嗨，大家好，我们这儿这两天又降温了，天气特别冷，这种天呢就适合吃点热乎的。看我穿上小薄羽绒的。正好今天几个朋友上我家，我去超市买点火锅食材，咱们吃火锅。行，吃火锅还挺好，比较方便，买完菜回家洗吧洗吧就行，懒人必备呀。我们大概是六个人，得买不少东西呢。这一次凑齐呀，我家俩，你家俩，他家俩，孩子都不在家，挺好。猪肉、牛肉、羊肉、蘸料、水果，这些差不多了吧？家里还有酸菜、干豆腐，不缺啥了哈。差不多了，赶紧收拾吧，我都饿了。这是猪肉。这个是牛肉，羊肉，这是我的最爱。辣条。喝啥做的呀？40。俺们先尝尝那个多少钱的，多好吃。你看那袋上不写40吗？不可能，都不一样。我也是几根啊？不知道写啥意思。我高哥说了，昨天都给我买，不让我吃。好吃吗？你俩先把辣条吃饱吧。新鲜的味道。咱俩不要说一下4块钱的味儿，就4块钱没啥区别，没啥区别，真四十吗？没有，你看六，哎，6，上面可能还箱里面40的放在上面，直接点个数，写个数，对。老 baby 来了 ，Hello 啊，老 baby， 怎么自己呢？啊，就自己呀、啊。老公呢？我刚回来。上班呢，上班呢。我刚才老逗了，我在一楼，我寻思能不能在地下室碰着你们呢，我就上地下了。上地下他就摁电梯，我就上了，给你买了两种粉条的，是吗？一个宽的，一个细的。老啊，你俩怎么偷吃呢？老甜了，这个地方是心儿最甜的地方，把心儿先挖了。最后一盘菜，行，我就坐这儿吧。行，坐这边也行。这个底料咋样？没太辣也。也挺辣。我尝尝吗？你蘸着油吃吃，多挂点油。哎呀，对，我把那放点油。你要不能紫菜呀、啊？这就是下回能剩的。这是下回能剩的。我想它在冰箱蘸地上，我寻思赶紧给它处理，因为我最近不吃馄饨。我想吃馄饨，我都没吃。我家这边，咱家有。哎，看这个，太辣塞了吧这。还有吃一个干杯，干杯！我吃点紫菜。本来刚才还给你买个那个啥来着，油条。那对，小油条没买着。别买。咋的呢？记了。有就吃吧，没有也行。